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是25岁，叫小可啊。这个小孩呢，那个跟我那个，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嘛，就是劝诫青少年要远离这些黄色的那个淫秽的东西啊，要洁身自好，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改掉啊。他看了之后很受启发啊，到最后就来诊所找我看病。他的状态是什么呢？就他初中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初三的时候去了一个同学家里看了黄色录像之后，就染上一个坏毛病，就是手淫啊，就手淫。然后这个坏毛病之后啊，很快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啊，脑子开始发木了，用他自己的话讲啊。另外一个呢，体力也下降，原来是学校的足球队长啊，满场跑的，后来那个踢半场都踢不下来啊，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这都是肾精不足啊，都肾精不足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心里发空啊，脑子里边发空，看上课好像看电影一样，老师讲什么都不入心呢，学习的时候坐不住啊，心里好像长草啊，有点类似抑郁症。他的父母呢，带他看了很多心理医生进行疏导，当时很有管用，但后来呢还是好不了。其实他这种情况就是中医所讲的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年少之时，孔老夫子讲的，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啊。一个人年少的时候气血还没有安定呢啊，那个时候呢不能犯色戒，不能犯色，要一犯色的话，精华一流失，这个身体就坏了啊，精力体力脑力都不足啊。结果呢，他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本来是他是全家的希望，从初一到初三上半学期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学校里边的尖子啊，父母他的爷爷奶奶对他的希望很大，能考上清华北大都是全家人的这个忠心和骄傲。后来呢，因为这个坏毛病啊，这个体力脑力都下降啊，然后到最后上了高中也整天在那儿混日子啊，考了一个三流大学啊。毕业之后呢，找我看病是25岁了，毕业之后找了一个很一般的工作，就在那儿混日子啊，感觉整个身心状态是灰暗的，没有信心。像这种患者呢，就是我从2009年开始接触到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那么20多例、30例多的话啊，很多。现在青少年非常多，在座很多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了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这方面啊，可能那个在座很多家长都没有过问过，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是提前把这些人体的能量精华都丧失的话，将来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没有肥沃的土壤，这个树就容易枯萎了。这个生命也是一样的，生命的能量就是精气神啊，啊，精气神。除了我们一开始讲课里边所讲的生气啊、着急啊、郁闷，会耗这个精气神，这个从底下往外漏的这种耗的也非常多啊。现在很多人都这样消耗，青少年。好了，那就非常后悔啊。那个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自己就流下眼泪了啊。像这一类的患者呢，我对他的这个鼓舞和安慰啊，都是跟他这么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知道错了之后将来不要再犯啊。然后呢，配合吃那个补肾的中药，同时把坏毛病改掉，每天早睡早起啊，要振作精神啊，奋发图强，毕竟身体还年轻，还能补得回来啊。那个后来呢，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时间表啊，晚上应该是10点之前睡觉，早上6点起床。起床之后呢，先那个怎么来锻炼，教他的固肾功啊，那个保护这个肾气的啊。同时呢，也自己树立一个目标，人只要有目标就有动力了啊。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什么，在3个月之内完成什么，在半年完成什么啊，要有目标啊，这样管理。这个结果，这个孩子呢就立志把这坏毛病戒除，半年之后呢，身体慢慢开始恢复。啊，他恢复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是腰可以挺直了。大家注意啊，一个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腰都挺不直啊，走路稍微走时间一长了就腰酸啊，坐那儿稍微坐一会儿就这样的啊，这都不是身体好的表现。
这肾气亏虚啊。一个肾气足的人，你让他这样弯着腰坐，他都不舒服。所以说他给我回馈就是特别符合中医道理，腰为肾之府，第一个感觉就是腰先开始有力，有力量，腰开始有力量之后呢，第二个感觉就是精力开始充沛，脑力开始变得灵光了，脑开始变得灵光。我多少会讲为什么肾虚了之后会导致大脑反应迟钝，脑开始变灵光，紧跟着呢就是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后来就成为他们那个部门的这个领导了啊，就是管理的一个小特使，那工作也非常有起色，整个精神面貌和人生状态都变了。这是这个治疗成功的一个案例。那么为什么会那个就是肾气虚之后会导致这个脑力下降啊？这个从中医的理论上来看，肾藏精，肾藏精，肾藏的是精华啊，就像把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能量都封存在这个肾脏这个银行里边去一样，这藏的是精华。然后呢，脑呢为髓之海，肾主骨生髓啊，肾气足了之后，脑髓啊才充足，脑髓充足之后，大脑才灵活啊，记忆力才好啊。那么要是脑髓不充足，脑力下降，有哪些表现呢？是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记忆力下降。第二个呢是理解力下降，第三个呢是那个专注力下降。专注力，所谓的专注力是什么呢？就是集中心力干一件事，集中心力干一件事，这种力量下降了。人要想成功的话，最重要的是专注力，专注力就是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彻底做做好做透啊，这个就可以了。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放大镜啊，去聚这个太阳的光啊，聚在一点，这是去燃烧，就能把这个纸给点燃啊。要是平光镜的话，就点燃不了。所以说这叫专注力。第四个呢是思维能力下降，这四点。那么自我感觉呢，就是这种脑力下降的人啊，自我感觉有一种大脑被抽空的感觉，大脑空空如也啊，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来，记忆力下降。好，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底下是肾经啊，肾经储存在这里，这是腰为肾之府，所以说髓者骨之充也啊，骨髓，骨头里边都是髓啊。精气实于下，则髓海满于上，这个精气也是在这边充实，这块充实之后，髓海就是大脑的髓海才能充足啊。所以说五脏皆有精而内合于肾，以御百害。五脏的精华储存肾，诸骨皆有髓而上疏于脑，以振诸阳。这个骨骼里边的髓啊，都充足于这个大脑啊。肾为精之河，脑为髓之海，所以说肾精充足，脑髓就充足。所以说呢，这个肾气充足的人，脑子就好。那么反过来，要是肾气不充足，是不是大脑就不好？是的啊。那个现在有很多这个医学家，就是包括西医研究发现，就是男性啊。那个射出来的这个精液的比例啊，各种元素的比例，它的这个配比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例特别像脑脊液的比例，脑脊液就是脑髓里边的脊液，脑脊液的这个比例特别像啊。那么这个精华要是丧失多的话，大脑就发木。但是还有一些生理教科书上，他就说哈，他说手淫对身体无害，手淫无害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每一次射出来的精啊，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无非就是一些，对吧？蛋白、核糖、核酸、碳水化合物，就这些。也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就把这个那个营养给补充回来了啊。话是这样说的，但是实际想一想是很成问题的这种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要吃很多营养啊，即吃进去这些营养，不是一下子就能合成精的。你得通过人体的合成才能把它变成精子啊，把它变成精液啊，通过合成才能变成精液，相当于物质加能量才能变成精气神啊，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精液可以，这个精啊可以传宗接代啊，男人每一次射精都射出来上亿，3到4亿个精子啊，这就像种子一样，这就可以传宗接代，但是。光通过蛋白质、核糖、核酸和碳水化合物显然是不行的，显然是不行的。那么就相当于比喻，这个
种子啊，种子埋在地里，一个植物种子埋在地里，它可以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完备的植物啊。但是用种子相等的这些那个营养成分所合成的药片啊，埋在土里边一万年它都发不了芽啊。这就是相当于这个比例。那么再举一个贴切的比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一张光盘，一张光盘里面的信息非常多，对吧？整个大英博物馆的所有的史料文件，一张光盘就可以储存得了，啊，这个非常那个宝贵。那么我们把这张光盘打碎了之后，打碎了之后去化验它的化学成分，你就会发现这张光盘的化学成分跟一个一次性饭盒被人扔的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于是你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张光盘跟这一次性饭盒是等价的，可以吗？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中医所讲的这个一滴精十滴血啊，它这含义不是说一滴精液里边的营养成分跟十滴血的营养成分一样，不是这意思，而是一滴精里边所储存的这些生机啊，这些能量，这些精华啊，它所消耗的这些元气跟十滴血所消耗元气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教科书所讲的这个射完精之后喝点牛奶吃点鸡蛋就能补充回来了。那么假如说可以这么以此类推的话，那妥了啊。那80多岁的老头天天喝牛奶吃鸡蛋肯定能那个繁衍后代，问题是可以吗？不行啊，对不对？人合成这个精液很难啊，很难，它需要动用你全身的精华和元气啊，是传宗接代的，所以说这里边消耗能量是最重要的能量。我们都知道这个性能量消耗在很多低等动物里边啊，那个完成一次那个交配啊，这个雄性啊就死亡了，很多昆虫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螳螂啊都是这样的，还有很多果蝇也是交配完之后当场就死，消耗能量非常多的啊。动物界里边所有的动物只有春天发情啊，其他三个季节都没有这些事儿，只有人啊是这个一年四季都有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节制，一定要节制，在这方面要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啊，把这精华给储存住啊。所以说呢很多年轻人不懂嘛，就学教科书里边说的都对啊，那个也对身体没什么损伤，再加上现在外在的诱惑又这么多啊，然后就把这个身体给损伤了，于是就成了未老先衰。那很多年轻人都有老年人的表现。这个明代万全里边他就讲了万全的养生次要啊，这个万全是一个医学家，他写的养生次要他就说，今之男子方其少也，未及二八啊。现在男孩没到16岁而欲与各通其精，就是通过房事或者手淫把这精给他泄了啊。精未满而先泄，五脏有不满处，他日有难形状之疾，将来有很难很麻烦的问题。现在这帮小孩啊，就是这帮那个20多岁的那种年轻人，得糖尿病的比例很高。北京市的这个统计数字，那个高中生得糖尿病的早期表现的有2%啊，高中就有了，很麻烦。髓海有余啊，《灵枢经》里边讲的髓海就是大脑，有余则清静多力，自过其度啊。髓海不足，若是髓海不足的话，就脑转耳鸣。啊，颈酸眩冒，目无所视，懈怠安卧，这些表现就是脑胀耳鸣，就是头晕目眩，腰膝酸软，眼睛发花啊，那个整天没有精气神，天天赖了床上想睡觉。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包括我在临床上遇到的那些伤精的患者。那么走在大街上，我们这个医学这个从业者就是一个习惯，就喜欢看人的气色。现在年轻人的气色普遍都不是特别充盛，都是偏暗的，可能与这方面有关系，但是不一定全都是这个原因啊。有些孩子呢晚上睡觉睡得太晚啊，喜欢玩游戏啊，喜欢那个熬夜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这个精气不足的表现。